刘雨昕走的是中性风格，一头利落短发，酷算十足，行事说话都非常果断，实力也非常优秀，令人佩服。而且刘雨昕的衣品也很好。日前刘雨昕豹纹造型曝光，照片中她身穿豹纹毛绒外套，搭黑色贝雷帽，墨镜遮面，野性美十足。刘雨昕虽然是一位女生，但是从出道以来一直延续着酷炫的中性风，分分钟就帅炸你的小心脏哦。豹纹外套可不是谁都能够驾驭的，但是刘雨昕却能轻松驾驭，而且还穿出了足足的时尚感。这件豹纹外套的长度比较短，这就显得身材比例更加好了，所以整体看上去又帅气又有女人味，真的是非常会穿了。刘雨昕穿上豹纹外套，搭配拼接牛仔裤，时髦度满分。黑色拼接亮黄色的设计，时髦又亮眼。头上的贝雷帽和迷你挎包，乖巧又可爱。墨镜一戴，只能用四个字形容，就是又酷又奶。日前刘诗诗现身上海机场，照片中她身穿黑色大衣配一衬衫，气质优雅，戴黑色贝雷帽，变身复古女郎，对镜头甜笑超温暖。刘诗诗的这套黑色大衣搭配米白色的衬衫和阔腿裤，三件单品剪裁利落感都很强，也就可以很好的营造干练和霸气。一直以来刘诗诗在穿搭上都很有个人风格的，这一次选择了黑色中长款大衣，内搭白衬衫和牛仔裤，再加上黑色贝雷帽以及圆框眼镜，真有格调。简单舒服的私服也能看出她的好气质，低调含蓄。黑色中长款大衣属于基调色，浅蓝色牛仔裤则属于辅助色，白色衬衫就是整个造型的点亮色了，很好的提升了黑色大衣，不再显得沉闷。蓝色包包与牛仔裤的颜色也是有呼应的效果，而贝雷帽、黑色长款大衣、乐福鞋都是属于黑色调，整个造型搭配的主次分明，时髦又有风格感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